本届广交会集中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制造、中国创造的最新成果。深化粤港大湾区建设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重中之重。不但要有要求，而且要有追求；不但要有志气，而且要争气；不但要有热情，更要有激情。牢记嘱托，广州开发区先行先试，打造全国首个中小企业能办大事创新示范区。其他选手可以做到的，我们亚洲选手一定可以做到，我们中国选手一定可以做到。南沙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链接枢纽，物流网络覆盖粤港澳大湾区，辐射内陆，连通全球。